现在灾难化解了，但是弟子昨天还顶撞了父母和兄长。虽然学了《弟子规》，听闻佛法，也学习同修每天礼拜父母，但是境界到来的时候呢，平日所学完全用不上，所以弟子感到自己的灾难还没有真正化解，孝道还没有真正扎根。弟子从小不知孝顺。结婚后呢，才知道《弟子规》。蔡老师和您的《弟子规》也学习过，但是就是不能在生活中落实。请问师父，如何真正能够让我们这些中年人扎好三个根，真正能够孝亲尊师，能够顿伦尽分？如何在灾难化解之后，真正能实现教育拯救危机？啊，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灾难就是因为啊，人心坏了，感召的。人心能够回头，灾难才能化解。如果人心不回头，啊，即使这世界上有念佛人拼命念佛，回向。啊，宗教师们拼命祈祷，这个念力有一定的效果，但是不可能真正根本上改变。它充其量减轻一些，延迟一些。啊，要让灾难真正化解，是要全世界的人都回头。谁不肯回头，谁的灾难就没化解。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连儒家尚书上也讲，做善降之百祥，做不善降之百殃。吉祥灾殃。都是自己心善与不善感召的。所谓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啊，如影随形。啊，这个因果是永恒不变的真理，啊，自然的定律。那我们观察现在这个世界，众生能不能真正回头？啊，真正断恶修善，改邪归正，灾难才能根本化解呀！啊，你说我们师父上人这两年拼了命的讲解净土大经，号召全球净宗同修，啊，估计也有千万以上啊，啊，真正听大经解的，这股力量很大，啊，这些人回头了，能够把灾难减轻，啊，至少这批人没有灾难。那么其他人呢？没有回头呢？那灾难还是不免，大概灾难会改个形式什么的，是不得而知了。啊，如果说造了恶，他不受灾难的，那岂不是因果定律给推翻了？没有这个道理呀！该走的人还得走。该留的人就会留。我们不用管别人怎么样，先看看自己。为什么我们自己感觉到灾难还没有化解呢？你说的对，没扎根。
所以在现在这样的一个浊世，遇到净缘的诱惑，里头的烦恼习气就会起现行。虽然是学了佛了，但是从小没扎这个根，很难抵御现在这个社会的魔扰啊。魔很厉害啊，一有机会就把我们贪嗔痴慢引发起来了。我们这一代，我也算是中年人了，我们在下面一代大概20岁上下的都没有认真扎过根呢。所以在境界考验的时候很难过得了关。例如现在财色名利摆在你面前，你能不动心吗？你说我可以不动心，你没有经过考验。比如说财，可能10万、20万你可以不动心。10个亿呢，你会不会动心？你说不动心，那是你嘴上说呀，你还没有经受考验呢。还有色，美色当前。来诱惑你，你能保持你的正念不失吗？还有名，这个世间的名誉，我说我可以不要了。佛法里也有很多名誉希望别人赞叹。希望别人认可人家给你脸色不好了，你心里就很烦恼了希望人家尊重这都是名没放下呀。所以财色名利我们说老实话，真过不了关。我自己很清楚自己面对这些考验真的就会堕落现在呢还没有这些大考验呢小考说过关，那未必你是有真功夫，大考可能就会把你考得一败涂地了，就是因为没扎根。你不是不想学好不是不想修道求往生，想都是真的想，但是呢烦恼习气断不了所以怎么办呢？一定要远离，不要去接触。这个或许这一生能保平安你看现在我现在也是出家1年多，就遇到名闻利养的考验了。很多人听了你的课程觉得很受益于是就很赞叹有供养的
有顶礼的。那你会不会呀，在这里头生傲慢呢？会不会产生执着啊？会不会觉得自己还不错啊？开始有点得意了。啊，我自己想想，再这样下去，恐怕自己都不保。啊，师父上人也不断告诫我，啊，他的告诫呢，也很委婉，啊，没有很直说，我不行。啊，他跟我讲，说你讲经讲的不好，那个还好一些。哎，人家笑话你无所谓。讲经讲得好了，听众多了，信众供养多了，嫉妒障碍就会来了，到时候你就走投无路。啊，所以劝我们呢，年轻人不要过早出名，不要过早露头。那师父以前在李炳南老居士麾下，李老是规定40岁以前不能出去讲经，啊，在自己家里关起门来讲就可以，啊，在摄影棚里就没问题，啊，没有听众，啊，人家也不会赞叹，你也听不到那个赞叹，但是你要出去讲，接触信众了。不容易了，啊，这是40岁以前。那我今年40，啊，开始在圆明寺讲，这是我的剃度恩师畅怀老法师，啊，他请我去，啊，老人家很爱惜人才，啊，所以。啊，听说我跟师父上人学经教学了20年，啊，让我就上台讲了，讲了个半年，哎，听众就越来越多，啊，好像挺兴旺的，啊，每次呢都有200-300人，啊，讲粤语《无量寿经》。讲了半年下来，啊，师傅就今天又跟我告诫啊，要小心呐，再讲下去，可能香港你都待不住了。啊，他说我当年在台湾，就是因为讲经，在台湾没办法待了，只好离开，到美国，到海外。啊，我听了师父这样的告诫啊，也做了一番深思。啊，一个是自己烦恼习气呀，没断。师父这2天讲经，我觉得对我讲的，什么人能有资格讲经啊？要开悟的人，要正果的人。我没开悟，没正果，薄地凡夫啊。烦恼一品都没断呢，啊，断了见惑88品，才算是啊正出果，小小圣啊，啊，才叫离开凡夫之流了。我们这个一品都没断，十足的凡夫。名闻利养现前了，肯定是啊会倒下。啊，第二个，讲经讲得好，现在是刚出茅庐，人家还没觉察，再往下呢，确实就开始了，心里就会放不下了。哎，所以这个是自己有内忧，外面有外患。我想想啊，那还是啊。应该收了。
古人讲啊，激流要勇退，见好就收啊。这叫识时务啊！所以我决定了这个今年正好到年底了这灾难看起来21号平安度过是大家的功劳师父上人慈悲护持护持息灾敬宗同学。努力，还有这世间有一些觉悟的人，他们共同的努力祈祷，断恶修善，念佛，真的可以把这个灾难呢化解一些，那我们现在呢，赶紧修行，趁着还没有大灾难，先成就自己，所以呢，我就感觉到自己要认真的修了。现在才40岁，清修10年，才50岁啊！50岁再出来讲经弘法不晚啊！现在是太早了，人家也不服你为什么？你没去修过呀？师父今天也举地贤法师当年讲经，也是讲得很好，这都肯定是生生世世都是讲经的大法师，法缘很殊胜。但是有人批评他，讲是讲得好，没修过，没入过禅堂，没修过定，人家就不服。所以地贤法师把经教放下，到禅堂坐禅，坐了几年出来，大家才服。所以师父今天讲《无量寿经》就讲到坐住视线呢，顺时千古。世间人他就是要看这个，你不做这个视线，人家甚是不服。释迦牟尼佛还得修行苦行6年。才让当时的这些出家的修行人服气。更何况我这个薄地凡夫真的没有修行，这个课一定要补。而且就是您这里讲的扎根没扎好。过去是跟着师父上人学都没有认认真真的做过顿功夫去扎这个根都是像浮萍一样底下根不牢，所以遇到境界考验就是过不了关。所以我自己呢感觉到确实要决定好好回头从头开始扎根以前都不算了，从新开始师父讲经今天就讲把弟子规太上感应篇十三页道经读3000遍读得熟透了当然你3000遍肯定能背，终身能受用，然后在生活中落实，干上10年，你这个根才算比较牢固，将来讲经弘法，你可以真正有大成就。师父今天讲也是鼓励我们这可以做大事
做一代宗师啊，那现在不可能啊，没根嘛，就像你一棵树，根浅长不高啊。根越深，那个树就越高大。像印光大师30年扎根，影响后世啊，长远了。难道我们现在10年的时间都不肯拿出来吗？你是不是真干？搞假的不行啊！这个社会，放眼望去，满目都是啊，伶俐汉，很少见到个老实人。什么是伶俐汉呢？好虚头，不肯务实，不肯做钝功夫。总想求速、求快，短时间见效果、速成，那叫伶俐汉。伶俐汉呢，是与道相背离，不可能成道。老实人呢，甘心情愿。做钝功夫。现在让你把《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道》背3000遍，这叫钝功夫。你肯不肯拿出时间来，咔哧咔哧的一步一步的背、记数？一天念3遍，就得10年。一年3600遍，360遍，10年3600遍，这真得10年了。无量寿经，你肯不肯念个3000遍？也是拿10年，一天念1遍，就是10年啊。刚才说一天念3遍，3年。我知道有同修《无量寿经》都念了1万遍以上，这个功夫下的深了，心就定了。背书不是为了记忆而已，记忆是其次的，说你记得牢，背得多就记得牢，这是其次，最重要的是修定。把心定了下来，你能成圣人，能成佛菩萨，能开悟，能正果。不定，开不了智慧。我记得有一个故事，讲一个人呐，年轻人上山修道，想成仙。成仙最重要修这个心地，要老实，要真诚。所以紫阳真人给他现身，跟他讲：“你真想学道吗？”他说：“真的。”我这真心啊，日月可见。紫阳道人说：“那好，我这里有一个铁杵你就拿这个铁杵啊，把后山那个大石头啊钻通钻通的时候，我会再来教你成仙。”于是呢，他就答应了。二话不说，拿着个铁杵到后山，看那石头好大。他也不问有没有可能转通，
他就一天天往上钻，一天一天，一年一年，钻了47年，终于把这石头钻通了，从这头钻到那头，紫阳仙人就出来了。好，你这是真的，就叫他成仙，立刻就成仙了。无量寿经上讲啊，人有智信求道，何愿不得？难就难在这个智信，智信就是至诚心，真诚到基础。真诚就是肯做顿功夫，给你把铁杵让你转石头，你就转吧，你不怀疑，不猜测，不预期，不僵营，一个念头老实做下去，这叫真诚。啊，如果问，哎呀，这么大的石头，钻到何年何月才能钻通啊？你这一问，行了，紫阳道人就不会教你了。你这心不真呐，真心你问这么多干嘛呀？问就是不老实。叫你做就做下去，肯定你会成就。你这中间夹杂着怀疑，一怀疑肯定有间断，你就做不下去了。啊，那把三个根念3000遍，这个事比钻石头要容易多了。10年肯定能完成，啊，不用10年，可能5年、3年就可以完成。你肯不肯干呢？肯干，你才是真的，这叫做顿功夫，做老实人。我自己上个礼拜啊，闭门念佛，念了6天。最大的觉悟啊，没见到佛。别人问我你见佛没有？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我说佛倒是没见啊，但是见到自己满身过失。啊，深深的思考这一生为什么求学也好，修道也好，做人也好，都没有成就。没有一样是拿得出来，可以作为后世之人啊榜样，拿不出来。这是因为什么呢？平生啊，这40年来啊，从来没有用真实心做过事情，不肯下顿功夫，不管做什么，你肯不肯做顿功夫？啊，你比如说做饭，做饭得下顿功夫。你切切姜丝，就这么简单的事儿，把它切得好，你也得下功夫去切呀、啊。切上几年才能把那个丝切得又漂亮又好。啊，治学，以前我这是搞学术，学术也不算精良。啊，虽然同行里头，啊，这个成绩好像还不错啊，相比起来，但是啊，问题就是现在举世之人都没有人去做顿功夫了，你呢，就比人家伶俐一点儿，好像就有点优胜。
这个不行啊，这个不是治学的态度，不踏实。啊，做什么事都求快，急功近利，好大喜功。做人做事都是，好的都喜欢人家知道，不好的尽量掩藏。啊，没有那个真实的心地。所以，世间没有算是成就。修出世道呢，就更不可能成就了。啊，学经教没有缘解，念佛没有三昧，原因都是一个不肯做动功夫。不老实，就是我们想闭关念佛，这是用个什么心呢？快速的成就，快速去见佛，啊，快速往生，都是这个心呢。有这种求的心，实际上就是不老实。能不能见佛呢？不能。见佛是念到心清净了，把这有求的心都念掉了，就见佛了。所以我这闭关六天没有见到佛呀，为什么呢？想见佛嘛，想早点走啊，不想留了。这种急切的心也不行，也是修道的障碍。所以念佛就得用平稳的、平常的心去念。平常的心就是道心，就是精进。刚说要精进，已经不精进了，你就不老实了。念佛也不能急功近利啊，想快见佛，想早往生，都叫急功近利。果然，你有句坚定的信心，坚定的愿心，这句佛号就老实绵密的念下去就行，肯定见佛嘛。大势至菩萨讲的，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告诉你的这么肯定，你还着什么急？着急就是你不信，信心不足，还有怀疑。有怀疑，心就不真诚。不怀疑了，我这么念下去是肯定见佛的，肯定往生的。至于说什么时候往生，什么时候见佛，都不需要管。问这个干嘛？就像那个想成仙的人，他也不去问，我这石头什么时候钻空啊？你问这个干嘛呀？你想做就做，不想做就算了。告诉你，你肯定有钻空的一天，肯定有成就的一天。就像法藏比丘发了愿了，要成就极乐世界。他的老师世间自在王如来怎么说的？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劫数尚可穷敌。人有至心求道，何怨不得？你看，这就是鼓励他做顿功夫。法藏比丘没有去问，我何时能成就这个愿？我何时能够创造出极乐世界？这个何时这个愿能圆满？没有问的，就是一个念头，我要成就。
这叫真诚。稍微夹杂一个妄想在里头，我什么时候能成就？不老实，这叫自欺，这叫偷心。偶遇大师《阿弥陀经要解》里讲啊，要死尽偷心，你念佛才有真正成就。死尽偷心就是肯做顿功夫，但问耕耘不问收获，老实做下去。仅用功，宽为限。啊，宽为到什么时候才成就？不用管，肯定有成就的一天。你还怀疑吗？你怀疑就是不老实。你这样念佛念下去，你肯定往生。你还怀疑吗？你怀疑就是你不信。这是狐疑，哈哈！《无量寿经》说：“不得狐疑。”这句话意思很深呐、啊，狐疑就是自欺呀、啊。所以我觉得这六天佛也没白念，总算念明白了。要从今以后做个老实人，要做顿功夫。所以师父老人家也会关机啊。看到我明白这点了，给我开出题目了。三个根回家念三千遍。三经，净土三经都要背。注解也要背。他说过去香港海仁老和尚被誉为是楞严王。啊，专攻楞严经，他只有六个徒弟，啊，就是六个弟子，关门弟子。这六个弟子都要求把楞严经背得烂熟，把偶益大师的楞严文句也背得烂熟，就是注解。这经就很长啊，楞严经从头到尾念下来的得四个小时啊。比无量寿经长好几倍啊，注解那就更长了，就得背。如果不背，那你就不要来做弟子，不肯做动功夫嘛。想做个伶俐汉，偷机取巧，别来这儿。修道没门儿。啊，所以如果真想修道，真想成就，哎，用这个精神，铁杵都要磨成绣花针，这你就成就了。啊，所以我在这个念佛当中，啊，最后两天觉悟了。我写了一封信给师父老人家，表明自己的一个心得，里头有一首偈子啊，什么偈子呢？我给大家念一念：净念相继即成佛，才起思量已蹉跎。若问云何度众生，是作花针将杵磨。啊，这心得很粗浅，啊，但是确实是这六天念佛熬出来的。啊，这念佛头三天，念得很，这个心没定下来，不是妄想就是昏沉，啊，熬下去。啊，我是关起门来一个人念，念了第四天开始，心就比较定下来了。啊，这佛号念的比较清楚，啊，能够连成一串一串，
虽没成片儿，先要成串儿。比如说100句，你能不夹杂妄想，这叫成串。慢慢加，哎，功夫好了，不错了，自己心生欢喜心了。哎呀，这个开始向念佛三昧进军了。什么时候见佛了？这念头起来了。一起来，立刻功夫就大倒退。马上又起昏沉了，又妄想多起来了。这什么呢？不老实嘛。这叫自欺。这叫偷心。念佛里头还夹着想见佛、想成片、想得三昧，这叫偷心未断，没门儿。那么我在念佛当中也读下莲居老居士的境语，这是他老人家当年自己在家里闭关念佛的境语，真正修学的真实的体会，看了非常受用，才知道原来自己为什么念佛不成就。这6天没念成功。阿弥陀经上说：“若一日，若二日之，若七日，一心不乱，没有一心，没有不乱，还是乱了。原因在哪儿？就是不老实。但是呢，心这么能静下来了，真有好处。就像了凡先生过去。”在云谷大师禅堂静坐了3天3夜，的心这个能够定下来，就能做深刻的反思。想到这一生自己有什么过错，我自己知道最大的过错就是不老实，就是自惜，不肯做顿功夫。念佛其实它是成佛的捷径，秘诀就在于什么呢？老实念。这句佛号绵绵密密念下去，叫净念相继，就是成佛。这个法门因果同时，即就近，即直接。念佛时就是成佛时，就是见佛时。所以《文殊般若经》才讲，念一佛名号功德，与十方诸佛功德无二。为什么跟念一佛等于跟诸佛功德一样？就说明你念这一句佛的时候，你就成佛了，你才能跟诸佛功德一样。不念的时候就不成佛，念的时候就成佛，所以净念相继即是成佛。你本来可以成佛，就那么简单，成佛不是那么复杂的事情，也不是玄妙的事情，极平常。大道就是极平常的，平常的我们都没有想到，原来就这么平常，就是你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嘛，净念相继，这不就是佛吗？一有妄想，一有思量，那就变成凡夫了。
所以净念相继即成佛，财起思量已蹉跎。蹉跎就是又完了，错失了成佛机会了。才一个念头起，就是错失机会了。像我这念佛念着念着，哎呀，现在念的有快三昧了，哎呀，快见佛了，才起思量已蹉跎，净念相继没有了。可能本来都成佛了，现在一起思量，又去妄想分别执着了，就做凡夫了。那自己搞的吗？就是不肯老实念。老实念就是没有妄想。这里头没有什么玄，没有什么妙，就是贵在老实。你心里还有僵营的念头，我什么时候会见佛？这叫僵营，还没到，你就想，这叫僵营，预期，这就妄想，这叫自喜，这叫偷心，完了，错失机会了。原因在哪儿？仔细思量，就是从小到大没肯做过顿功夫，没肯做过老实人，所以到念佛他也不老实，也不肯做顿功夫，总会起这些妄想，总想找个捷径，快速的成就。越找捷径，是越绕得远。不知道，做顿功夫才是真捷径。你老实才是最快速的。这一点我终于能明白了。今后怎么做？放下妄想，放下种种的计划，种种的思量，老老实实做顿功夫。师父叫我背三千遍，我就背三千遍；叫我背经背注解，我就去背经背注解。平常就老念佛，所以我准备就今年最后一次，刚好下个礼拜六，圆明寺讲经我就圆满了，不再讲了。我去跟唱功老和尚也去报告一下，回家老实用功。先成就自己，成就自己了，有人请我讲了，我还要考虑考虑，姻缘到了没有？没到了就不能出来。诸佛菩萨即使成就了度众生，他还是事先做老实人。所以我这句子后面两句说。成佛了怎么办呢？若问云何度众生啊？成佛不叫度众生吗？怎么度啊？视作花针将杵磨，把铁杵磨成绣花针。要做这样的实现，就是做顿功夫，尤其是在现代。人都不肯做顿功夫，你就要反其道而行之。人家都希望早出头，我们也要反其道而行之。印光大师就是这么做的，这就是最好的实现。所以我现在这个决定
以后少讲。啊，我本来说在协会，啊，摄影棚都不讲了。师傅让我说摄影棚你还可以讲，啊，一个礼拜讲两次，啊，讲什么呢？讲扎根的经典，《太上感应篇》。啊，我准备刚好前段时间学了印光大师的《天下太平之根本》，印祖反复强调《太上感应篇》重要。我准备先学这个。啊，跟大家一起学《太上感应篇》汇编，啊，准备过了年就开始，啊，就是元旦之后，啊，咱们就开始。有志于跟我一起做顿功夫的，啊，那么我们一起来学。啊，那些立根人。啊，能够速成的，不必来。啊，我们这是顿根，啊，老老实实，啊，用长时间来扎根的，啊，我们算是志同道合，一类人。啊，咱们就是做下根人，啊，做顿根人，啊，认认真真的去扎，把这根扎好。啊，我自己很惭愧，师父老人家过去一直让我扎根，啊，我还没真正听懂什么叫扎根，以为自己就扎好根了，啊，师父当时为了鼓励我们扎根呢，拿一年时间把3个根扎好，一年我想想还扎不好，那拿5年吧，总算能扎好吧。现在看，发现还不行啊！啊，从头来过，再来10年，从《弟子规》《感应篇》《十三业》来开始，每天落实在生活，改过自新啊。然后我们听师父老人家净土大经，才能够啊，是真正听懂，听出味道。啊，这还是一样，专修专弘无量寿经啊，这是无量寿经的根。没有这个根，学无量寿经不可能成就。啊，那学无量寿经也得扎根，就是背经，背诵3000遍，把这部经听上100遍。这也是扎根呢，所谓扎根就是修定啊，有定才会有慧呀。